起发财。好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求必应的足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德甲分析，拜仁对战霍芬海姆。拜仁是德甲霸主球队，已经实现联赛六连冠的壮举。本赛季因换帅伤病等因素表现起伏较大，不过后程发力，高居射手榜第一。客队霍芬海姆过去几个赛季表现出色，不过本赛季由于少帅纳格尔斯曼的离队，球队的整体状态并不是很好，此战势必比较艰难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两球半三球，这样的数值虽高，但两队实力悬殊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机会。此战不妨期待客队受让。本场推荐霍芬海姆加三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想要获取更多临场推荐，可点击关注或加我的微信 life 176666，每日为你。